这里面有一个遥控器，怎么像电视的遥控器一样？哎，果然是电视！你们两个一起站在这里拦截我是吗？我估计是让他们两个看电视，就把电视打开吗？他们还是没有过来，那我要做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橘子，哦，还要摆一些水果放在上面吗？还是缺些东西吧。哎，他们已经在看了，哇！这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一开始就躲在那个破柜子里面？他这个游戏总是挑战你的思维惯性。这里面又是谁呀？哎，你好。这旁边怎么还有恐龙啊？眼镜，这眼镜给谁戴？给你戴吗？你变成超人了是吗？哇，这么牛的吗？跟他干。勺子给谁？勺子给你们。勺子给我自己们。不应该呀，那这个勺子是干嘛的？哦，点他吼了一下，逃跑失败还行。哦，可以点这个超人的，要这个样子跟他打是吧？这个是赛罗呢，我名字有点忘了。好吧，我们成功了，逃出去。哇，这个奥特曼还跟我合影了是吗？我想试一下这个勺子给这个瘦弱的人会发生什么。啊，就什么都没发生是吗？十八关老板打瞌睡了，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做一些事情了呗。这什么？这好像是 3D 眼镜镜片一样，但现在 3D 眼镜好像都不是这种带颜色的了。这什么？哦，这盒子里有药瓶，幸亏没拿。戴着眼镜看这个龙是吗？应该给老板戴吧。这老板睡着是可以点的吧？哎，果然。哦，给他戴上眼镜，让他以为龙出来，给他吓一跳是吗？哇，这什么智力呀你？直接就出去了。好，下一关。第19关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有水管，有渔网。这抽水机是放在这个池塘，哎，怎么出来一只王八？哎，逃跑失败。哦，我懂了，要用渔网去捉王八，对吗？我用渔网去捉一些王八。哎，果然一只王八出来了，然后放在鱼缸里面。好嘞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这关又是有鱼，哇，这么大的鲸鱼，这什么？鱼粮是给谁吃的呢？给你，哎，鱼骨。这鱼骨是应该给你吃的吧？哎，你为什么喷出了一个钓鱼竿？可以钓出来鱼再给它吃吗？这里还有鱼罐头，直接把鱼给它吃呢？直接吃就可以获得一把钥匙的。哦，这就通了是吗？那我如果那鱼罐头是干嘛的呢？没太明白。我们试一下，把这个鱼罐头撒进里面呢？好像没有什么用。要给 DJ 打碟吗？应该放哪边呢？懒得放右边。蒙一下呗。哦，老板过来了，哎，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吧？蓝的、红的，哎，这个时钟它，哇，它是绿碟。哦，蓝的放左边，绿的放右边，对吗？这次就对了，对吗？还掉出来一把钥匙，哇，走！为什么我逃出去也要跳舞呢？第22关，老板又瞌睡了，可以直接点。这回不能点，这一看就是他儿子和他儿子同学们。这是钓鱼竿，哇，这钓鱼竿能钓出个啥呢？哎，他们去钓老爸的假发了吧？不会。哇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！完了完了，他去追他儿子了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我现在可以出去呗。哦，为什么这次是白屏呢？第23关，这里面有50枚硬币，你为什么瑟瑟发抖啊？这里面有十块钱的硬币，哎，又有10块钱硬币，还有一本美女杂志，哎，看到又跟我抢，机器后面也有10枚硬币，这个人怎么了？把这些都投进去，弄一瓶热饮是吗？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给他的话我也逃不出去吧？不清楚啊，先试试给老板娘，她冷了。他掉出100块钱是怎么回事？然后再，哦，然后再，哦，他是热的是吗？这个，他手里伸出了一只手，给了我一把钥匙。我的天呐，我们还成为了好朋友。这什么？哇，警铃是吗？哎，这我不就可以跑出去了吗？他旁边还有只狗，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应该是这里怎么有把剪刀呢？放狗出去。哎，这里有个绳子，哦，我不会是要用绳子逃跑吧？哎，果然是这个样子。我刚才如果出门的话会被老板堵住。第25关为什么有一个雪人在这里？这是水龙头。哎，这关感觉有点复杂呀。
先弄一个雪人，是要把雪人烤化吗？化了之后啊，他桶就出来了，他帽子给我了，可以接水是吧？接了之后，我是要把火灭掉吗？然后也，哇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圣诞老人还出来了。最后呢？哎，圣诞老人去哪儿了？哦，他给的礼物就是钥匙。哇，我太感谢你了。第26关，这怎么有烟呢？这里有个大锤子，禁止吸烟。我觉得应该是让老板抽烟，让那个老板娘说他是要砸这个雕像嘛。哎，我一砸雕像，这是他们的小孩吗？这个烟直接给老板了。哎，他溜走了。哦，他在这儿偷偷吸烟是吗？哎，我怎么？哦，他跑到地下室去了，我也可以溜进去是吗？哇，我们还去告状了。第27关，这里有一个烂香蕉。哎，这个可不能点，这个也不能点，这柜子里面所有东西都不能点。这个香蕉是给谁呢？谁都给不了，那只能给他了。哎，这也没法过呀。哦，他的屁股垫也可以给我，给你呢，不良少年。没办法，这柜子里面的杂志能点吗？哎，这次可以点了。哎，把这个书给他看，哇，他在看，他父母肯定训他，你当面就看的吗？这么牛的吗？哦，我是要点他的这个吗？然后呢，可以把老板裸起来。哇，这什么鬼通关方式啊？这就可以出去了。第28关，这怎么有一个稻草人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一关它有什么信号提示呢？哎，等一下，红色的领带是蓝色的。这个稻草人也带着领带是黄色的，然后这个像柯南一样的是红色的，是不是要按照他的这个颜色来分配啊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。哎，你看果然这个样子就会出来一把钥匙，我觉得如果失败的话会蹦出来一个老板。第29关，哇，越来越难了，关键这代版本挺难的。这怎么还有蜂窝是干什么的？鲜花应该是招惹蜜蜂用的。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花瓶应该是放在这上面的。这还有网，我的天，我应该是先把鲜花放在蜜蜂那儿。哎，不是，先用这个捅出蜜蜂。哎，那这样蜜蜂就把我给蛰了呀。老板在这儿，我能放花瓶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把花放在里面。哦，然后蜜蜂过来把老板蛰了是吗？这样我就可以，哎，啊，我出去的时候我也要捕一下蜜蜂。蜜蜂过来，吓跑你。然后我们用网捉一下蜜蜂，哎，然后再出去就安全了嘛。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关，哇，终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旁边怎么还有一个宇航服啊？火箭是，哎，怎么蹦出老板了？旁边这个箱子呢？哦，是镜子，我要组装火箭是吧？哎，组装不上啊，宇航服也要有，还有板子，应该就是这些材料。先放在上面，哎，怎么放啊？东西怎么放？哎，火箭，哦，直接组合好了是吗？然后宇航员飞出去，哦，里面是我们。哇，我们都逃出地球了，这是特殊关卡对吗？这应该是最后隐藏的关卡了，游戏的背景音乐都没了。这个就很迷，你知道吗？我该点什么？这里面有一把钥匙。哎，这是谁啊？哇，我在加班。十年后，又有剧情了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像老板呢？又过了十年，哦，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呢？这个我现在点不了任何，哎，出来一把螺丝刀，我应该是用这个螺丝刀起下来东西，电闸给他。
哇，结束了是吗？太酷了，哇，这个系列的游戏都一直是挺好玩的。那么这次呢，把逃离公司二呢也是彻底的全都通关了。那么非常感谢你来收看这期视频，如果说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点一个顶，并狠狠的戳一下关注的按钮。我是李鱼，下期视频我还会遇见你，记住每天保持微笑。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.